街面啊，三 D 图会出镜之类的，就等下再去试试到。好，都可以啊，就便宜点没差。不是我迟到，但是走，还是同学。还好，还好啊。那我们先来逛一下安东市场啊。安东尼市场，我觉得安东尼汇率还很好，也只是要拿整个。干嘛？还没的。那个，再往里面。那我们。